老铁们，这个到底是新咖啡还是派大星？我都给弄糊涂了，能不能评论告诉我？哥接了，今天中午接着楼打饼打葱蘸辣酱。一共四只大龙虾，一二三四四兄弟。咱们来搂一只啊，这个是开背的小波龙，走，正好绕出来。喜欢哪个点哪个啊，呼，比较烫手。有没有敢吃的？一口秒一个啊！爆个头！怎么不吃辣？你也喝点辣椒油好不好？我也傻。你不傻，喝了老铁就给你双击了。好吃不如饺子，老大。那个酸菜猪大葱饺，红油的。那好，真香啊。给我双击的都是大富大贵之人啊，即使现在不是，将来肯定是吃个腿啊。五花肉饱吗？扎丝，特别好吃。点双击的都是帅哥美女，点关注的都是男神女神。今天来一个不知道哪一个国家的八爪鱼啊，来点辣椒面，油不动，先倒高两面的。